等无虚空。真佛宗的大礼拜与一般宗派略有不同，莲生活佛卢盛彦把大礼拜分为三种拜式，即是全身投地大礼拜，即藏密式的大礼拜，五体投地大礼拜和观想大礼拜。真佛宗大礼拜的手印有四，即佛龛手印是第一拜，顶礼佛部诸尊的手印；莲花手印是第二拜，顶礼菩萨部、莲花部诸尊的手印；金刚合掌手印是第三拜，顶礼金刚部诸尊的手印；平等手印是第四拜，也就是弯腰式的棘手手印，是佛部、菩萨部、金刚部、护法部诸天的平等一拜。行大礼拜前，行者先观想对面虚空的上方有根本传承上师及十方三世一切佛、菩萨、诸尊，如繁星密密，遍布虚空。行者在观想自己的亲人朋友前来与行者一起礼拜，行者在观想虚空中根本上师、诸佛菩萨放光加持行者等，行者等得到佛光的加持，业障消除，清净光明。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十方诸佛，结佛龛手印，手印触行者天心，观想根本上师的天心有一个嗡字，放出一道强烈的白光，照射行者的天心，令行者一切身业清净。手印印喉轮，观想根本上师喉轮有一个阿字，放一道强烈的红光，照射行者的喉轮，令行者一切口业清净。手印印心轮，观想根本上师心轮有一个哄字，放出一道强烈的蓝光，照射行者的心轮，令行者一切意业清净。手印回天心散印，身子下弯，双手平直，向前推直到全身卧地，在合掌轻击行者背后，随即起身立起，普利根本传承上师及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二拜诸菩萨，结莲花手印，拜法和观想如前，普利一切菩萨摩诃萨。三拜护法金刚，结金刚手印，拜法观想如前，普利一切护法金刚、护法龙天。四平等一级手，结平等手印于天心，弯腰一级手散印。五体投地大礼拜，五体投地大礼拜是中国式的拜佛。五体是指额头、双手、双膝，代表五毒。此拜法是结印后，手印印天心、喉轮、心轮，手印再回天心散印，然后双膝跪地，双手掌贴地，额头触地后，双手掌反转，掌心向上，再起身。观想大礼拜是真佛宗莲生活佛卢盛彦首创的，此拜法方便于空间狭隘的地方，行者结印后，手印印天心、喉轮、心轮，然后观想自己拜于佛前。
手印再回天心散印。